现在咱就回家把无尽的那个大弓做出来啊，这把弓应该是最强弓了。我们把中子锭还有这个以及羊毛，哎对了，他好像还差一个水晶巨刃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巨刃放在这个位置，把羊毛摆成七个，应该是这个位置吧。哎，那这么说是不是不需要中子锭？哇塞，那我这玩意儿也太省了，是这么做的吧？真省材料，这是最省材料的一个东西。看一下这个弓厉不厉害，射一下。哎，没有箭不能射，那我也没有箭呢。哇塞，那以后咱们打小白还得把材料留一下呢。看来咱们这之前扔不该扔啊，好东西全让咱扔了。现在我们的武器差机岩剑，如果有机岩剑，我直接就把门口的那个那叫啥泰坦蜘蛛上去就把它给灭了。再看一下我们的荣秋葱，这些东西能不能合成出什么好的啊，比如说来点剑啥的。咱这个无尽弓都做出来了是吧。哎对了，我知道哪个里边有剑了，不在这里瞎合成，把我们的幸运方块拿出来。昨天有人说让我玩，咱就把它玩了。离家稍微远一些啊，不要在家附近，好，就这里就可以了。高山地带，这是能开出剑的。哇塞，真给呀！哇，兄弟们运气真好，弓就可以扔了。看一下这个剑是不是无限的？无限，只要背包里有剑就行。兄弟们，相当于我们这把弓是有一个无限的附魔，我看威力大不大？有剑雨，它能召唤一群剑。哦，威力还是很大的啊，可以秒这小羊。不过羊的血连十滴。好像十滴还是十滴不到，拿羊做测试应该不太算数。把这点方块都给它开完。哎，末地传送门，咱家里好像还有几个，这就可以去末地打末影龙啊！而且末地里还有末影人泰坦，想想都恐怖。铁块，他既然给我掉铁块，我觉得这个铁块一定能合成好东西，真的。把铁块挖下来，相信我，宝贝，你看一口非常不错的钻石附魔曲奇。上去就是一口，增加了伤害吸收什么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好属性，赶紧把它灭了。这要是给我来个变成个闪电苦力怕的泰坦，那我就完蛋了，瞬间就能把我们炸没了。我们现在的防御力，哎，我这防御力可以啊，不用害怕。无尽两件，完了我还有两件这个机岩加一个虚无头盔，一会儿要是能来个泰坦的就好了，就是那种机岩的头盔。黑曜石可以留着，这是宝贵的资源。黄金工具没什么意义，哎，黑曜石多留点。哎，我记得黑曜石好像没有合成，反正原版里边是没有合成。我这是加的模组，我看有没有它的合成。哇，这么多吗？信标还能跟黄金块、龙蛋。哎呀，咱们小瞧人家了，这家合成这么多。锁子甲、村民、钻石的合成两个好像也可以，你看。两个能合成木板，不过我记得我家里木板是不缺的，非常多。咱家木板多的不行了都。墨囊可以合成，咱们可以留一个墨囊。这个装备就不要了。哦天哪，两个墨囊，再把这两颗心给吃了，增加两滴最大生命值。我们不穿泰坦的装备，现在生命值就是有点低，只剩2018滴血。哎，血真少。大家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哦。随便一个表情包也能为叶枫增加一点播放量，谢谢大家。这边有黄金，还有金苹果，最后一个幸运方块，这台让我选。One is lucky, one is not。我的天，这个不好，那这个一定是好的了。你看看，还行啊，掉了点矿石锭。这玩意儿咱们自己搞的话，确实挺难搞。哎，我刚想起来，我这是时运镐，我现在要是缺什么矿石合成宝贝。那不是一合成一个准儿，先回家看一下这些矿石能不能合成宝贝。但凡确定可以合成宝贝，兄弟们，这一搞得下去，哦，言出法随。我刚说我缺机岩头盔，哎，就来了。那我如果想要一个机岩剑呢？今天能满足我吗？我感觉费劲。没事，今天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哎，机岩剑什么感觉？咱们下次再说。这一次啊。已经让我非常开心了，机岩头盔已经拿到，嘿嘿嘿，大家别忘了点赞关注哦。对了，投币投币。